好，我是猫宁。橘子营养丰富，酸酸甜甜，很多人都喜欢吃。但是吃完橘子以后，这个橘子皮，很多朋友都是随手将它扔掉。其实这个橘子皮啊，放在生活当中有非常多的妙用，可以帮我们解决很多生活难题。那接下来就跟猫宁一起来看一下吧。大家看一下，现在猫宁手中呢，就是一些橘子。我选择的这些橘子呢，都是比较小并且皮薄的，这种是金橘。那大家呢，不要选择像啪啪柑、继承一样厚皮的橘子。第一个妙用，我们出门坐长途汽车或者火车的时候，带上一个橘子是非常好的选择。路途当中感觉到口渴，可以随时的剥一个橘子，可以及时解渴，并且这个橘子的果肉呢，还能开胃。我们将这个橘子皮剥下来。当我们坐长途汽车或者火车感觉到晕车的时候，就用这个橘子皮放在鼻子下方，然后这样挤压一下，闻一下这个橘子皮里面喷出来的这个精油。橘子皮里面的香精油成分能够提神醒脑，缓解我们旅途的疲劳，这样呢就能大大的缓解晕车的症状了。第二个妙用，炖汤。冬天啊，特别是冬至的时候，能够喝上一口热腾腾的羊肉汤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。我们可以在炖羊肉汤的时候，或者是炖其他汤的时候，放入一些洗净的橘子皮，不但能够起到提腺的作用，还能去腥去膻。第三个妙用，去除鞋臭。很多朋友的鞋子里面总是有一股臭烘烘的味道，非常的尴尬。我们可以放入一些洗净的橘子皮，橘子皮里面所含的香精油成分非常的香，我们放进鞋子里面就能抑制住鞋子的臭味，这样呢就能达到一个很好的去除鞋臭的目的。第四个妙用，放进衣柜里。猫宁啊，一直都有一个习惯，就是喜欢在衣柜里面放上一些橘子皮。橘子皮里面所含的这股清香，能够让我们的衣服随时呢散发出一股橘子的清香，这样呢就相当于是一个天然的香水，比我们平时自己买的香水味道还要更香，并且呢放在衣柜里面还能达到一个除虫的目的，这样呢就能做到一举两得了。第五个妙用，晚上睡觉的时候在枕头边放上一个橘子皮，能够舒缓我们的情绪，相当于是一个天然的香氛，让你晚上睡一个好觉。第六个妙用，自制纯天然的洗洁精。我们将洗净的橘子皮放入一个容器当中，再倒上一小勺的小苏打，小苏打能够清洁除味，橘子皮里面的这个香精油成分同样能够去油去污。倒入凉开水浸泡，将盖子密封，放入冰箱中冷藏7天，将里面的香精油成分吸出，那这样我们就能用到纯天然去污能力又强的洗洁精了。第七个妙用，冰箱里面放的剩饭剩菜，包括东西非常的多，会散发出一股异味，我们在冰箱的隔层当中放入一些橘子皮，能够有效的去除冰箱异味。怎么样，想不到一个小小的橘子皮在生活当中还有这么多用处吧，放在家里面一年能为我们省下不少的钱哦。下次吃完橘子可千万不要把它扔掉喽。我是猫宁，想了解更多新鲜有趣的小妙招，欢迎在评论下方顺手点一个关注吧。